台湾人也是中国人，九二共识啊是两岸关系的基础。那么吴师傅的声明啊，表达的是正确的认知和正常的感情，而绿营政客啊和台独势力对他的疯狂的围攻啊，才是一种政治扭曲啊，才是一种政治迫害。这件事情再次说明啊，面对台湾民众啊改善经济民生啊改善两岸关系的啊迫切要求啊，民进党当局啊毫无反省之心啊，他们一再啊企图通过啊政治操作啊来制造悲情啊煽动对抗，那么眼下呢啊又企图转移焦点缓解压力啊，我想啊两岸民众啊不必随之起舞。我们欢迎啊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实现更大更好发展，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，增进共同利益啊，促进心灵契合啊，这个政策没有变啊，今后啊一定要继续，还会继续做好。